这次你说什么都没有用，我明天就收拾东西回家。哦，哎，上次我记得吃那个炸串还不错啊。我再也不在你这儿受气了。大晚上的来点烧烤也行。回我妈那儿住去。哦，我记得那个螺蛳粉是不是挺香来着？我想再加点别的。加什么？我来杯杨枝甘露烧饼。那行，那走吧，咱俩一起去买。我不，我就要在这吃。那行，那行，我点外卖，我点外卖。那多长时间到？我刚点好，还得一会儿。你趁这个时候来了把爆爽割草。这是什么？你在玩什么？就是这个超级用户注册三国割草手游，三分钟体验爆爽解压感，主打的就是一个休闲割草，动动手指就能轻松过关啊！看着是不错啊，我也下一个，大家一块玩。不用下载，你点我左下角链接就能玩。现在进游戏还可以领500抽，我刚抽了一个五星神将吕布，一个技能就能横扫千军万马，爆爽割草感直接拉满。行，那我把里面小怪当成你。不，这么狠啊！敢打乱杀，打！你下次再敢惹我生气，你就想拿那些好吃的就哄好我。那要是你最爱吃的小龙虾加烤猪蹄呢？那你得给我剥。开心了？过来亲哥一口。